们今天要去一个神奇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哪里呢？大家其实都知道，一会儿可以放一些什么沿途的风景啊，人物风情啊，大家就立马知道这是哪里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 American San Diego。在干什么？犯法吧，玩球，玩猴。我觉得挺合适的。哎，这个适合你，70的强保护。我放一个适合我的东西。啥？那边帽子。哦，好的吧。挺好看，你别说。是啊，我跟你说了，适合我吧。嗯。嗯，对。看大炸吗？好大的炸吗？这个真的是炸吗？哇，好漂亮！你看哈啊，你看这个形状啊，像不像马吃手？啊，我马吃手。大家请看，野生动物，人类有没有礼貌你？躺着的人生，躺着的生命。节省我自己，啊，请我念家也不能平静。然后要继续下去，我只能继续，继续，累，累，很累。这俩是吵起来了。大家都在看他们吵架，我那俩感觉真急了，还，你看那毛都炸了。做一只马骝，睡了。做一只潇洒的马骝。坐那儿。坐下。蓝方块，蓝方块，它没有名字。出身以它体型来说，给它的地方有点小吧。五，我换气儿了。好长的尾巴呀。绝了！你看，我们现在在这儿，嗯，我们往上走，嗯，一会儿去坐缆车下来，嗯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去这一片，哎 ，yes， 然后咱们已经在这待了4个小时了，然后在这儿再上去，然后再坐缆车下来，哎，就可以回家了，哎，太他妈大了！不，这是许波，许波在哪？不，许波，这是许波，你看他的爪。这是北极熊，北极熊改草地了。北极熊改在夏天30度。我靠！
真的，你看那就是北极熊的生存环境啊，这是斑马的，是这样，没有任何区别。嗯，要做像个领导啊，你走起来背个手。卡比巴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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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比巴拉。卡比巴拉，卡比巴拉，卡比巴拉，卡比巴拉。他多少人拿一根草？两个，好活泼呀！在干什么？嗯，看屁股，我以为是熊猫。说真的，黑白的吧。这是啥？嘴是那个样子。它是一只。哎，它要下水了！它下水了！哦，它下水了！哦，下水。强制人家口需要看，快，这是熊，哎，熊在哪儿？熊看害羞了，这你就不是很理解吧？那还有个理解？Tomorrow， 这个耐克太大了，如果我不进来逛一逛的话，我都对不起这一趟旅行。脚可能会进酒。看这个鞋型做的，这个感觉，哇，这是个相当好的生意啊。This is a sign. Yeah， 那边呢，就是 border。Yeah.